它经济火热，美妆护肤领域涌入大量品牌，竞争激烈，如何挖掘品牌差异性，俘获那个它呢？源自韩国的专业院线级护肤品牌 AHC 正式进入中国，与美团点评合作，用一场生动的体验式营销美丽登场。为突出品牌起源， AHC 快闪 SPA 空降上海，让消费者能亲身体验优质的产品和独特的指尖 SPA 手法。借助美团点评全生活场景优势，精准筛选，直击高端品质生活女性。通过美团外卖定向到购买下午茶的女性用户，让精致女性在享受下午茶的时候也可以悦享脸部美丽，并适时发出快闪电邀约。利用大众点评找店媒介特性，建立 AHC 指尖 SPA 馆线上虚拟店，进行预热曝光，引发关注，联动线下 SPA 馆同步展示。随后充分挖掘快闪到店的重要影响因素出行，调动美团打车资源，宝马豪车一键预约，将用户接送至线下 SPA 馆，带来极致尊享的一站式体验，凸显品牌精致属性。更诚邀众多美妆博主现场分享护肤心得，助力品牌发声，全网打造 AHC 专业高端的品牌形象。参与用户的沉浸式体验分享，刷爆 AHC 线上快闪店，线上线下营销闭环顺利完成，品牌热度持续高涨，最终与美团点评的合作总曝光达1.4亿，直接带动146万用户参与线上互动，线下曝光高达270万，指尖 SPA 馆共持续12天，带动品牌电商客流量提升347%，AHC 品牌影响力显著提升。